诸位法师，诸位同学，真济。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44面，144面啊，倒算第四行。人对第二句来看起啊，由地道论法对修灵严三昧乃至虚空界无所着解脱三昧，犹如见一切佛三昧乃至一切如来解脱修观施主人心顶无量阿精吉菩萨三昧，如是定诸三昧无不具足，故闻具足啊，成就必千三昧。三昧啊，是梵语，古印度话。一般拢可以翻作定，或者翻作静修，就是相定的意思。经常翻译的有一句话比较较听有，善心一处住，两个亲像这个回教经里面所讲的，这心一处无事不办，这是三昧这两字的意思。所以伊伫佛法内面，无论是大乘是小乘，讲上座啊，凡是讲上座，一定是真重要。唔是讲真重要，何必都爱讲遐座呢？常常咧讲，时时咧讲，处处咧讲，这个太重要了。确实。佛法的修学，一些枢纽，都是三学内面的戒定慧。三昧都是定啊，定哪有遐多呢？一千三昧呢？那是修定有讲的方法啦，方法是。无量无边，目的呢，拢嘛是咧修定，拢是个心修在一处啊。你看，大势至菩萨教咱念佛，要安怎念，咱在往生净土呢？伊老大人教咱的是八字，多念六根，正念相加。你看这是不是三昧呢？啊，多念六根，就把你的妄念修转来了。咱见识。而去分别执着，你闻声嘛如是，乃至意、言法，拢嘛是安尼，
这个心就是分别心，妄想执着向外面走去了。现在咱要修行，必须把心修转来。眼呢，对色尘遐修转来；耳呢，对声尘修转来。实在啊，明佛祖也讲过，明祖迄个时代，佛教未传到中国来，明祖啊。伊也捌讲过，学问之道无他，尤其放心第一啊，嘛是这个意思啊。做学问的道理无别项，只是个心修转来。你这心是放逸的外面，就是啊，佛家所讲的。六根六识啊，向外面走咯，该修转来。就是明主所讲的，尤其放心第一啊。大势至菩萨讲的，多念六根，真念相继，多念六根，心就清净。眼啊不言色，耳不言声，若根未向外口去攀缘，心就定了，就是净念啊。净念的保持相继，唔通回转去。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能怎样？净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念念拢嘛是净念，这就成功了。阿能用什么方法？用持名念佛，这啊拢嘛是无量法门内底一种方法。佛教内面的净土宗，虽然念佛的方法有真多种。大分呢有四种，在那观经里面所讲的，实相念佛、观相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有这四种四大类，每一类里面也会当个分，一直分真侪种咯。啊，咱是用即次名号啊，无量寿经啊，顶面所讲的，弥陀经顶面所讲，楞严经顶面大势至菩萨讲的啊，多了六根净念相继，拢是咧讲持名念佛。换一句话讲，咱个心定在即句佛号顶面，哦，即句佛号念念相继，这就叫做念佛三昧啊。净宗经论上有个讲。念佛三昧，三昧中王啊！这句话真重要。你爱念功的这段，用《大智度论》顶面的话来给咱讲，《大智度论》顶面讲的啊，一百三昧。讲了有一百空八种，这拢是归纳吗？这一百空八种展开是别千三昧，无量三昧，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共对修楞严三昧，
看到修灵岩，就会去想到大佛顶首灵岩经。修灵岩是梵语，梵作中国的意思，一般是梵作啊，见相。见啊是健康的见，相就是法相的相。这是讲佛的德坚固啊，佛德呢，就是自性本具的德相。为什么讲伊坚固呢？一切的邪魔拢也未当破坏。咱中国谚语所讲的邪不胜正啊，自性本具的就是正法。一切事成就，这嘛是灵岩经上所讲的意思啊。形容佛德的究竟啊，世出世间一切法，无迄啰未成就的。那个成就头前要有坚固的意思，坚固成就啊，也都是啊修灵岩这个名词里面的含义啊。在修灵岩三昧经里面有一段话，菩萨在修灵岩三昧，令于三千大千世界，你盖之中，盖之就是挂菜籽啊，挂菜籽大概甲芝麻差不多大，三千大千世界，盖啊堆叠挂菜籽内面，挂菜籽无放大，三千大千世界无缩小。三千大千世界啊，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相款伫咧运作，一丝毫妨碍都拢无。这是诸圣大小不离的意思啊！诸圣内底无大小啊，就是讲诸圣内底。从来都无对立，也伊无时间，无时间就是无前后；伊无空间，无空间就是无大小，无横均。这是自性的性德啊。坚固成就一切，不可思议。菩萨的这种表演呢，做予咱众生来看，予众生体会到自性本定。不可思议的心力啊，如是啊，乃至虚空者无所得解脱三昧，这较听有啊。虚空就是法界啊，
无量无边，无所无尽。中国人有两句话啊，来加形容啊，所谓大理无畏。你讲大，什么叫做大？伊无畏啊，也就是讲伊也无边界啊，这真正大。水呢？什么叫水呢？水里无泪啊，我行先贤讲这两句话，若不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讲的，啊，佛经上讲的三昧意思境界完全同款。佛教也未传到中国来，遐个古圣先贤，咱个老祖宗讲这话境界，甲诸佛如来是拢同款。你敢会当讲这个人，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呢？啊，咱读了《华严经》呢，学了梵文观，这个意识无了，怎样？诸佛菩萨离变法界、虚空界变身，甲一切众生感应度高变身说法，人家经常讲得真好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希望佛现什么心，佛就现什么心。佛随众生，从来无家己的意思啊！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国人非常的尊重圣贤，因就现圣贤心。啊，印度人仰慕佛陀，伊就现佛菩萨心啦。乃至伫个西方，啊，尊敬上帝就现上帝心，仰慕摩西耶稣就现耶稣摩西心。无一项未自在啊，阿扎尼我去日本去访问，日本一个老和尚中川空良，我去访问伊，伊迄年伊一百岁，伊知影我伫咧团结宗教，伫咧做世界宗教是一家的工作，已经欢喜啊！阮见面，伊甲我讲，伊讲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拢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应以什么心得多啊，就现什么心啊，
我听到啊，非常欢喜啊！这老和尚无简单啊！我离开的时阵，伊的徒弟送我到山门口，甲我讲，老和尚今仔讲的话，那亲像一生从来毋捌听讲伊讲这款话。所谓宗教创始人，拢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啦，毋捌听讲过啊。是真的啊，毋是假啊。这个话嘛，毋是普通人会讲得出来啊。所以，人啊。啊，真正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回归到清净平等觉，清净心得着了，平等心得着了，觉心得着了，这个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下脱三昧啊。下面讲，愿一切佛三昧，会当讲，真正得到三昧人，三昧有千千。不讲，到见佛，见一切佛，这是多一个顶级的三昧呢？比啊菩萨还一顶，菩萨见佛，不见一切佛。啊，咱看到这个名词啊，见一切佛，这是《无量寿经》顶面啊所讲的阿弥陀的菩萨啦、啊，因得到三昧，是见一切佛三昧。这个赞助都是发心菩萨啦。在《华严经》里面，最低的位次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是初地菩萨，这得到啊。大乘法里面讲这种人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以菩提树下示现，大家见性，是这个赞词啊！在中国当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林和尚
听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离生之心。伊啊，嘛建立一个境界，我做个依法传互伊咯。这是建议这佛赞美啊！伊的地位，伊是法界以上啊！啊，一句话讲，是法界内面的人拢啊未用的，是法界内面啊最管的是佛法界。这个佛是不是会见佛呢？会见佛，但是无见一切佛。这是咱来知影，阿维瓦地菩萨才会见一切佛，发心菩萨啦。那就是讲，破一片无明，正一份发心，这款地位啊。啊，咱知影，这个地位是非常不容易去得到呀。但是咱今仔日非常的幸运，拄到诸佛啊法中无比殊胜的法门，超过84,000法门，这都是正宗的念佛法门啊！叫稀有难逢，遇到了明心、明解、明行、明净，净是什么呢？往生就是净啊！完成动基础，下品往生嘛是净啊。这个净是无简单呐、啊。无量寿经48愿第20愿的内面讲啊，阿弥陀佛家己讲的。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该做阿维瓦帝菩萨，这不得了啊！是不是真正做阿维瓦帝菩萨呢？理想是讲不通，无这款的道理，为什么你啊带养生呢？你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拢无破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先完成动基础啊！阿维瓦帝菩萨，伊那是生净土来讲啊，伊住伫倒位？伊住十宝庄严土啊，伊无伫凡尘动基土啊。阿弥陀佛讲这话，唔是假话，真话啊！你为什么会称为阿维瓦帝呢？那是啊，阿弥陀佛。本愿啊，微神加持护你的啊，不是你家己的，你慧心通道力啊，是阿弥陀佛加护你的。阿弥陀佛啊，加这个智慧心通道力加护你呢，你就会跟阿维瓦帝菩萨同款啊。
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真平等啊。伊也嘛有四土，伊四土是同款的，平等的四土啊，这不可思议啊，无法度想象。这迦牟尼佛嘛有四土，四土无作伙啊。咱现在生活是释迦牟尼佛的反省动机土啊。方便有五土里面的圣灵，就是四圣法界，咱看未到。因咧看到咱，咱是看未到因。是佛陀佫较免讲咯。可是伫西方极乐世界，咱若生是决定生伫反省动机土。在动机土里面看到方便土，也看到是报土。伊无分啊，界限都无咯。这真正是稀有难逢的因缘啊！咱未当讲唔知影。知影咯，肯定向往极乐世界。要去极乐世界无困难啦。往生经顶面啊，往生经就是净土的经论，三经一论，拢甲人讲。啊，想讲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有这个三种的条件：信、愿、行。你该相信啦，绝对无怀疑，信心坚定。第二要有愿，真正想要去，会当去未？就看你是不是有信心，你有这个愿望无？有信心、有愿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去啊。行啊，都是认真去做。伊的行的方法都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咱一部经上。三辈往生经文啊，都是一向专念，这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心内啊真正的放下，放下啊清清气气，心内只有啊一尊阿弥陀佛。哎呀，念个什么程度？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这个境界叫做一心不乱啦、啊，无一个未往生呀、啊。念到这款的功夫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功夫也无够，买用买往生啊？安怎往生呢？经上甲咱讲啊，真正清楚咯。往生极乐世界关键是临终最后的一念，一念都是阿弥陀佛，这就往生啊。
所以人伫六道内面要去倒一道去投胎，你也知影是最后的一念，一念才是关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无例外，嘛是最后一念。所以呢，真正有这款的人，一生啊，唔啊接触到佛法的，临命终时拄到一个念佛的朋友，甲伊念阿弥陀佛往生，伊听着欢喜，无拒绝，伊真相信，伊就念，已经往生咯。有啊，真正有，不过无多。也这种往生的人，咱嘛唔通啊，看伊无啊？为什么至少啊，伊是具备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拢真难得啦。第一个条件，伊啊临终的时阵头脑清楚，伊袂迷惑。啊，临终头脑迷惑啊，那就一点啊办法都无咯。伊清楚啊。这是福报啊！咱那中国人讲的五福，这是最后的一个。临走的时阵，走得真正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款的人去了，纵然是无学佛、无念佛、无往生，肯定拢是升天啊。为什么临终清楚伊家己会当选择伊的这个路？六道内面最殊胜的就是天道啊，肯定选天道。人到临终一个迷惑啊，就袂当做主咯。家己袂当做主，叫做随业流转啊，那就可怕咯。呀，咱这先做做个业，有善业，有恶业，都一个业力较强呢。强者成堪啊，堪着你大乘去投胎啊。呀，咱都知影咯。如果咱这一生实现修仙的力量真强，那就天道咯。实现力量那不强，也会用的。大概有一个中等，那就是人道啊。中品实现人道啊，中品实现天道。也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甲实现对照一下，做到偌多啊？实现业道经内面只讲了一个大纲，无详细讲。详细讲是伫个概率内底。在小圣经的里面，中国古人当代中叶以后，佛门里面无论出家在家，立宗弟子，根本界拢是用儒甲道做基础，这1700多年，
在家出家学佛的同修成就非常的可观啊。证明古圣先贤选择的是正确的。啊，咱今仔日提倡用儒家弟子规，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做基础，依教修行。可学十善业道就无困难了。这三个根则稳了，根深蒂固啊。咱才有成就啊。这三个根是必须要的。三个根则是善人啊，这三个根拢做到，是经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西方极乐世界诸位知影，该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换一句话讲，不是上善之人，你袂当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真慈悲，想要接你去，叫做世界人啊，无同意啊，因为啊，你不善啊，这些道理拢爱创好清楚，唔是讲念佛袂灵，是咱的条件无具足。我有信愿行，为什么也袂当往生？也有附带条件，这个问题好好跟人讲清楚了。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这是比较咱善根少福德少，未当去啊。善根福德是什么呢？善根啊，是灵性、灵界，这是善根啊。福德是什么呢？是灵行、灵境。哇，这句话讲，真正虚心大地念阿弥陀佛的人，那个人有福。那大福报啊，咱一般人唔知影，因为讲这个世间富贵都是福报啊，唔是啊。富贵你伫世间里享几年，就算讲你活到一百岁，嘛是一弹指就完了。所以这个咱袂当讲唔知影，好享完咯。你这一生当中是唔是有继续修福？如果无真正修福，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就差真远咯。如果享福的当中啊，做作罪业。马真容易对三木道啊！你讲偌可怕？这个人念佛往生，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生到极乐世界做阿维外地菩萨啊！见一切佛，你讲啥有福呢？
可能这个念佛生到极乐世界是一个老太婆、老阿公啊，也唔捌字，贫穷啊。民间的人啊，就是讲，伊伫社会上无在乎啊，啊，伊嘛无地位，伊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咯。你敢会当甲伊比呢？这诶，拢是啊，真正一事实啦。佛法内面所讲的无虚假，啊，都未到无这缘分啊，那就无办法咯。这三个条件，乾坤福德因缘，你看因缘咱哪有，咱拄到了。在人生拄到佛法，拄到大乘，拄到净土，缘具足咯。是毋是会成就，就看你家己的善根福德咯。三个条件拢总具足，无一个未成就的。善根福德，过去心中修的，过去有因，就是讲。咱的善根福德不够呢，如果这一生的缘殊胜呢，真容易啊，给伊啊补足咯。你个补习啊，你也给伊啊补足啊。啊，这个缘，都是听经闻法啦。这个缘真正无罪啊！现在刚经教学的人愈来愈少了，啊，愈来愈少，不是无原因啊，是现在。咱生活的环境就行啊，袂当唔知影。现在社会教育，是啥人咧负责咧？啥人伫咧掌管呢？咱来怎样？现代社会教育是媒体在咧操作啊，电视、网络。你看，伫现在社会，倒一个人无咧看电视，倒一个人无咧看网络，电视网络内面的内容是什么呢？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你看这个啊！甲每一个人真正是啊，迷惑的颠倒啊，颠覆其所啊。有是进行教育，都未当去挖到边啊咯。佛菩萨来教，就无办法教伊啊，伊未当接受啊。伊烦恼太重，贪嗔痴慢啊，
我会烦恼啊，贪吃这般疑啊。你高兴先天物件怀疑，无生敬心啊。而且印光大师甲咱讲啊，真正好。圣贤教诲肯定是一份圣境得到一份利益，两份圣境啊得到两份的利益，十份圣境得到十份利益。无圣境心，不菩萨来教你嘛得不到利益。啊，咱就会知影，普遍啊，对圣贤教育，伊是无尊重的心啊，无看在眼内啊。这是圣教衰咯，佛教嘛衰咯，真正是。极少数的人，过去心中有深厚的善根啊，有愿力，心愿再来啊，法官来到这世间来。成团成教啊，那是啊，少数人啊。你看偌困难的啊！如果咱会当透视，事实真相，了解各种因缘，咱才会知影讲珍惜一个机缘啊。太难得了，咱若无拄着好的老师，指导咱，安怎会知影讲，这这个古迹内面有这侪好的物件呢？现在人拢把伊当作废纸甲烧弃咯。人类讲，这物件是古老的物件，过时了，无爱滴咯。唔知讲这内底是宝啊，佛法称为三宝，叫做法宝。用这个名词啊，希望讲时时刻刻提醒你来重视，唔能轻易错过咯。这是个人用心良苦啊！啊，咱的后人都爱啊，会当去体会到。哎，知影珍惜。认真法官好法来学习，成就家己啊，嘛帮助净化救助，啊，利奥有情有缘的众生啊。真够悟咯，全心全力爱帮助下一代人成长，得到一个，得到两个，拢嘛是宝啊！三宝内面的宝啊，嘛是咱正福，无量无边的福德的一个缘分啊！积大德，正大福，在乎咱啊，真正认识咯，真正明白咯，
更饿咯。那一集啊，这个当中是省略，因为地道论内底讲一百空八条啊，即地啊只六句几个啊，一切如来海脱修观施主宾心，施主宾心是比如啦，西也是寿中之王。冰心是比如伊的主宰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所得到呀。有关就是圆修大师往今还原观的内面所讲的五智六观啊，立五智起六观，无量阿精吉菩萨三昧，这个所在啊，啊，咱看到了，唔止百千啦，实在啊，都是。无量，伊阿个加只阿精机，这都是个变化界、虚空界，一切菩萨所修学的方法、门径啊，全部拢嘛包括了，一个都无漏交去。是，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是定啊，诸三昧无不具足，只要见性啊，就具足咯。果闻具足，成就百千三昧。但念佛人。甲明心见性这件代志，放伫往生以后，到极乐世界才来修。因为伫咱这个世间呐，是有真多的障缘。真恶成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头一个是寿命无量啊。第二个你啊，拄到真善知识咯，阿弥陀佛是老师啊，拄到真正好的同参道友，哎呀，顶格菩萨啦。经常所讲的诸上仙人聚会一处啊，古代的个注解，上仙是指顶格菩萨，仙人当中最高的都是顶格。在极乐世界，顶格菩萨较侪啊。释迦牟尼佛甲咱讲这部经。特别的举出在家居士啊，正着顶格位的，你看雇了十六个人，出家的只雇三个人，在家雇十六个人，这个意思也都是跟人讲，这个法门适合在家居士来修行。在家居士修行正果，无比出家较差，这爱知影，不法是平等法啦。论中学文，有一一三昧中
的无量多罗尼。这句话非常重要。多罗尼翻作中期，中一切法，其一切义，用咱现在话来讲呢，多罗尼是公令，将握着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论，重要的所在，伊拢掌握着。啊，原理、原则、功能，拢掌握着。所以，可能啊，上讲呢，已经通，这一部经真正通咯。你切金拢通咯，你无恶计嘛拢通咯，一个法门通达咯，达门拢通达。为什么见性啊？那佛法你通达，佛法以外所有一切法全拢通达咯。妙不可言啊，宗教里面有一句话，赞美上帝，赞美神的专知啊，专灵，无所不知，无所不灵啊。这两句话在佛法里面是对明心见性人的赞叹啊。任何一个人拢嘛有明心见性的迄天，那这天到底是多一天，都爱看家己决定咯。这权力无伫别人，伫家己啊。家己那是用命精进，这那是念佛法门呢，一生就会当啊，得着啊，唔免到来生啊，一生就会当得着，一生就会当成就。如果修其他法门就比较较困难咯，为什么呢？其他法门一定要断烦恼。即系证菩提咯，净宗法门无需要断烦恼，只要把烦恼佛珠控制掉，烦恼啊无断，伊未起作用，即类用呢，类往生啊。如下讲嘅往生了后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啊威神的加持，你就变作阿维越帝咯。这不得了啊！这就阿维越帝甲明心见性遐个人啊，就到迄个级别咯，智慧神通道力就甲因就相顶咯。哇，这句话讲真正是超越十法界咯。下面讲咯，多罗尼即是中期，是古经文，故叫中期呀、啊，必千呐、啊、三昧。这两天同学传一个信息跟我讲，讲有一个所在有谣传，讲净空法师
不心痛啊，不的时机啊。我甲诸位讲，这是假啊，这唔是真的啊。有一寡话我讲的因传错了，所以愈传愈假。讲到这个啊，古迹啊，宗祠别迁三昧呢，我都爱把这个话啊澄清一下。现在这个世界有灾难，恁知影的拢嘛比我较多，因为例如咧看电视。你有看报纸，恁大家拢看到，大家知影我是无看电视，我嘛无咧看报纸。我下只个信息拢嘛是一寡同学，大多数是对网络顶面下载重要新闻，互我来看。我即知影讲发生什么代志，无人甲我讲。我每天都是过着太平日子，你若问我这个世界真好无代志啊，那讲天下太平啊，无忧无虑啊。甲我讲这个代志，对于一个真正修行的人，不是歹代志啊，是好代志啊。佛法里面头一个就爱呀，破边界。所谓边界，就是对立。佛法就是啊，两边啊。第佛法呢？两边是平等的，无对立。众生甲佛是平等，生活不离啊。哇，一句话讲，生死不离，反省不离，结向和福嘛不离。这是真的不是假呀，所以是好是好，在乎家己一念，无伫个外面的境界，拢在家己一念，一念觉，就是好啊。一念美，那就是香啊！吉祥和好是对格格美啊来决定的。那下好一定都爱格。听讲有灾难，咱来呀，提起呀。孤独的境界心啊，认真合佛，放下万缘，专修净土。哎，咱是小穷业啊，我袂当多计这个穷业，我嘛是不惊啊，不怖，也袂慌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敢不是讲会当提早来去结入世界呢？好事啊！所以讲，有人咧讲《2012》这个电影，我嘛看过。我嘛捌甲同学来讲，咱个念佛啊，往生净土这个功夫，一定爱伫2012啊，迄、那个年底啊，大家完成啊，
这是好事啊。如果咱伫这个所以来，咱就往生啦。咱无伫这个所以来，啊，咱都哎呀发心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啊。哎，帮助众生普悲开悟，离苦得乐。啊，那用什么方式来做？用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一世人啊。三十岁开悟了后，教到七十九岁圆寂。经上记载啊，将近教学四十九年啊。唔捌中断过，帮助家己教学，教学上重啊。帮助别人也是教学，自行化他用这方法。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的身份是职业的老师啊。咱那理解清楚啊！伊除了教学以外，伊先无做别项代志，这是咱应当向伊老大人学习的。所以啊，并不是讲有滴时机啊，是咱有一个这款缘分，应该是怎样？这个契机处境，甲这个时机，咱家己定，爱伫这个时间内，甲咱的功夫做好，也都是讲真正彻底放下，真正念到甲佛相应。这个功夫啊，简单来讲呢，心内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以外，什么都拢无。念到这个功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一般状况来讲，随时都会当来去啊。想什么时阵来去，就什么时来去。想加大几年啊，也一点啊无碍事啊。那为什么唔安尼做呢？对于这个世间无一丝毫的留恋，在这个世间待一天，都要帮助众生，为因服务一天。这个服务就是教学，教学会保着家己未去堕落，也都是来保护家己未生妄想。没心烦恼啊，这真正是不好家己啊，也会当啊利益众生。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啦、啊。咱过来看下面的这段，诸亲相丁。释度无量诸佛啊，金山顶都是三昧啊。释度无量诸佛都是啊，见一切诸佛，诸金山顶者。安住无亲妙之禅定，为所闻亲定者，所住三昧，以亲
悠闲，非离行及初心菩萨所能为。离行是阿罗汉的辟支佛，因啊所住的三昧，楞严经上佛甲咱讲叫做九处地定。这个教对都会来呢，教对住禅八定来，住禅八定就是按下面讲的初心菩萨，初发心呢，伊也是凡夫，无出六道轮回，因修定的功夫较浅，叫住禅八定。伊啊，修到初禅，伊就能力上升初禅天；修到离禅，伊就会升离禅天。啊，所以三禅四禅，佮起起呢是无色界啊天四空定。所以四禅和四空定合起来叫做八定，四禅八定实际上只有八定，并不是说四禅以外有一个八定，不是这样，八定里面包括四禅。这是世间的禅定，为什么它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八定上观的就是啊，非相非非相诸天所修行。对着这个定，一、那个定的力量啊，是真强啊，时间嘛真长，一入定的时间八万大劫。啊，咱这个地球星系、太阳系，行住怀空八万处啊！行住怀空一拜是一个大劫，行住怀空八万处啊！你看伊定功啊，这会消失了，这真正了不起呀、啊！这些人都嘛改呀。称作是圣灵啊！啊，六道里面的大圣啊，可是八万大劫，还阁是有时间性啊。时间到了，伊的定功就会失去，也是爱去啊轮回啊。六道内底也过来去流转，这个无究竟啊！所以聪明的人，伊搁在提升，修搁较深的禅定，到第九定咯。第九定就超过六道轮回了，证阿罗汉果，证辟支佛果，辟支佛。比阿罗汉的定功又更加深一个等级，这超越六道了，但是无超越十法界，也伫个十法界内面。别只有顶面是菩萨，菩萨顶面是佛，这叫做四圣法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又无托啊！在十法界里面，虽然成佛，无见性，这主要怎样？伊若是见性，明心见性，伊就未住十法界了。十法界无了，伊也就住一真法界去了。所以天台大师讲，十法界里面的佛
在六劫佛里面讲，相思劫佛，伊真像一个佛，唔是真佛。必须爱甲这个无明登落，十法界里面的佛，无明也无登。无明来登去了，哎，就是真佛啦，伊唔是假佛。十法界无了，伊住十宝庄严土了，住佛如来十宝土，嘛是家己的十宝庄严土。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无了。十法界是唯识所变，以前法界来对，只有心现无色变，所以迄个境界内面一切啊，拢保持着永恒啊。人啊，无量寿，花草树木也是无量寿。人无生到病死，花草树木嘛是如是啊。我哋经常上讲，十法界内面唔是真的啊，伊常常的变化。有情的动物有生到病死，树木花草有生住异灭，山河大地有生住坏空，拢嘛唔是真常啊，啊伊也是无常的啊，但是伊真法界是真常。因为伊内面啊，所带的人已经转八识啊，成四谛了。伊无分别，伊也无执着，伊无起心动念，所以这个现象也是永恒，伊未变。宗教内面咧讲啊，永生是指这所在。这是真正天堂啊！啊，咱佛法讲起的所在叫做极乐世界，都是这个意思啊。下面讲有真解法，同一文，一切众心亲相定，这个也都有解释。一切种者为啊，一切种地专利之书，故闻心亲。这是解释一切种，一切种就是啊，一切种地。佛这个意思呢，佛是对印度梵语所翻译过来，佛陀也，伊啊，内面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啊，各个意思，第二个是地啊，地啊是体，各使用，有地啊，才会有各，无地伊就没了，伊没各。地有三种，第一种啊叫做一切地，第二种叫道种地，第三种叫一切种地啊。阿罗汉辟支佛，因证到的是一切地，怎样变法界啊，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都嘛是假呀，不是真的。或者经常讲的，凡所有相，皆是浮梦。啊，所谓万法皆空，这是啊，
一切地，知影讲一切办法尚有成空。这阿罗汉知影，所以阿罗汉都有六道无留恋，未过分别执着，伊也超过六道。但是呢，为什么有这个法伊唔知影呢？阿罗汉唔知影，阿罗汉只知影我这物件是假，假为什么现？这个道理啊，伊唔知影。菩萨知影，菩萨比较悬呐。菩萨知影叫做道中地，都是道理，总是一切法。这个种种法啊，什么道理发生的啊？那为什么有呢？为什么有六道？为什么有十法界？那为什么有这些因果报应？这些道理阿罗汉不知影，菩萨知影，所以菩萨的智慧比阿罗汉较悬啦。菩萨有道种智啊，佛证一切种智，一切都是一切智，种智就是道种智。一切的地甲道种地是一，唔是二。菩萨也是该分作两层，有体有用。一切地是体，啊，一切地是体，这道种地是起用啊，伊也各有体用。啊，唔知影讲体甲用是一，唔是二啊。到佛才知影，真正完全明白了，性相一如啊，离事不离啊，啊，无条之间，万事万物是一体啊，这是啊，一切种地，佛所证到，也都是讲。明心见性的人已经对了，伊知影讲一切法是一体，所以心是平等的，也慈悲啊是普遍的，无垢薄啊。这才到究竟圆满，所以是专利之书，专书之利。啊！你个事是一，唔是你啊？这叫做心亲，是经文、严格、菩萨拢无证到呀。只有啊佛才证到呀。我的亲定，是是理定，非根属定呀。简单来讲，佛对一切人、一切事物，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成佛了。这件代志，一切众生拥有啊，无遗憾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佛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只要啊，你个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放下，啊，你就是咯。你放下执着了，
但对于一切人事物未阁执着，你就是阿罗汉，你就证了阿罗汉，你就超越了道了。六道心愿你来，执着来啊，无执着就无六道了。无分别，为分别了。自性法界下面的三个阶级都无了。声闻缘觉菩萨不分别了，都无去了。不起心动念嘛，是不改悔也无了。这就明心见性，回归自性啊！所以见性是真正回归自性了。回归自性，才叫做啊立定。自性是立体，这出世间一切法，拢嘛是对这个立体变现出来。而全都明白咯。你伫这个一切现象的内面，是法界已经庄严内面，佫未起心动念咯。起心动念都无去咯，当然都无分别执着。啊，咱来问讲，这人。应化来到咱世间来，真像是看我们的佛应化来啊！众生有感啊，伊就会有应。应化来到这世间来，把咱实现八相成道。有起心动念无？啊，诸位讲真正是无啊！当你啊，实现的灵感。跟咱生活做伙，无拢共款啊。好好有时阵真欢喜啊，有时阵嘛摇头甲面啊。迄是毋是起心动念？毋是，迄什么？迄是感应啊。众生欢喜的时阵，佛就会欢喜；众生忧虑的时阵，佛嘛会忧虑啊。这件代志呢，咱也当啊对日本冈本博士啊，对实验来对得到信心。伊做这个工作做了十几年。伊个实验室，我去参观过两摆。而且真个一点也无假，水也是矿物。你看，真个即款一杯水，即款个一杯水矿物啦、啊。通过科学个实验。证明讲，伊会看，伊会听，伊了解人的意思，伊能力比咱较强，
为什么伊个认识各种无同个文字，但也阁无办法咧。无论倒一国个文字，你摕互伊看，伊拢总认识；无论倒一国言语，伊拢听有，比咱较强真侪咯。咱不如伊啊！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伊拢知影。啊！我起心动念，伊知影；你起心动念，伊嘛知影。佮甲你讲，蚊虫啊、狗虾起心动念，伊拢知影。啊！咱欢喜，伊嘛欢喜。显示出来的这个结晶非常的美丽啊！啊，咱心内有忧愁，有忧虑。伊嘛犹如天邪画面，真正歹看。这是什么？咱咧讲的自然的反应啊！众生有感，水有反应啊！咱呐，众生有感，佛菩萨也有反应。可是水的反应，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才看会到。啊！佛菩萨伫世间的反应，互咱直接就会感受到。哎呀，真正是无啊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完全是感应道交啊！现在咱呐。总算是明白了，这个事实真相就是物质和精神永远是分不开的。因为物质里面有精神，所以任何的物质都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性德，自性内底本来有诶。佛甲人讲，一切众生还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是自性诶。所以呢，每一人拢有甲诸佛如来同款诶智慧，佛有。但每一人都有啊，佛有能力，万德万能，那嘛有啊。万德迄个万是形容啊，不是数字呢，那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德能啊，但拢总有啊。第三是上好啊。那嘛是啊，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上好。可是咱现在一项都拢无啊，智慧也无，德相也无，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一句话的讲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换一句话讲。因为咱有梦想、有分别、有执着，好咯，这三种障碍，甲智慧德相甲障碍着，未能现前。这个意思就是甲咱讲，只要咱会当甲梦想、分别、执着甲放下，为什么伊是假呀？这物件本来无，啊，你肯放下。你的智慧德相就会好咯。一切种地就现前咯。你对万事万物确实没起心动念，这个理定也叫性定，自性本定，
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时阵讲过，何其诸圣本无动摇，就是啊，立定。诸圣在一切法内面无动摇过啊，所以诸圣稳定。下苦无别行，回归诸圣利益啊。诸圣内底有万万的智慧德相，拢会当现前。下面因净影所讲，诸亲定门，起行所依，无心往来。第一三昧法门立起，故事注定。别先讲为什么注定，注定的先决条件，就是起行作依，无心往来。起行是什么呢？这行是六道万行啊，那就是咱今天你所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包括咱啊对早到暗。一生当中所有的行为，啊，以什么呢？以无心。这个无心，就是无分别、无执着、无起心、无动念。啊，以这个呀、啊。像人做为教发心菩萨因做教了，哇，一句话讲，心法界的人就不会用的，明心见性啊，就超越心法界，因拢会用的啊，拢是安尼。释迦牟尼佛在世，甲咱实现的是安尼先，六祖慧能大师嘛是安尼。在咱中国佛教史的内面啊，所记载啊，宗门教下有几落千人啊，不是少数啊。因那拢是这个境界，这是咱来学习的。就是讲爱学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处待人接物，学这个不用妄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是妄心。你若不用妄心，啊，对，用什么呢？不用妄心，就是用真心啊。真心是什么？真心啊，就是啊，自性本具的佛在智慧。啊，那用妄心啊，真心，伊就未现啦，就现是未出来，无用意啊。真心就现出来了，妄是假呀，伊毋是真的啊。妄心就爱去甲赌去，无需要，你赌伊也阁是妄。我伫《楞严经》上啊，举个比如，咱个人啊，徛伫日头下面，把咱人当作真心。
你头照迄个影当作梦心，你是毋是爱甲迄个影堵起咧？影绝对堵袂起啊！你去影偌费事，愈来愈害，梦想又加梦了。梦想安怎无爱去管你啊？没容易就完了，都无代志咯。你卖去甲插伊啊！啊，伊会该输未？未该输啦！你想看嘛？伫灯光下面、阳光下面，影有障碍无？是毋是有该你诶输无？你何必去插伊呢？所以用真心。实际上，摩尼佛教咱是迄个用真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穿衫、起步啊。其实，用在坐禅，用在恭敬教下，用在应对，用到偌自在啊！这是咱来学呀，下骨就对起来学啊。无妄心啊，无烦恼啊，无忧虑啊，无牵挂。为什么呢？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啊。是讲这个梦幻泡影啊，根本都无存在啊！你怪要创什么呢？而且也未解书啊，未解书为什么变作解书呢？你来对家了分别执着就会解书咯，无加梦想分别执着个加落去，伊什么书都未解的啊？为什么伊是假啊？伊真正真正影共款，可见呢，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是错用了心，用妄心，毋知用真心。诸佛菩萨用真心，无用妄心，就是用真心。用妄心，真心就无看到咯。这个道理来细心的去体会，所以啊，你甲看卖第一三昧，法门也去，这叫做无用妄心，这就是第一三昧法门入去，这就是真心起作用，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了，所以得自定。你无自定就未用了，自定智慧就现前，所以呢，应该得定。因定开慧啊，智慧开咯，迄个戒行是慧行啊，迄个心是慧心啊，行是慧行啊。下面啊起行，你看这是啊，诸佛啊甲法身菩萨的行。释度现在无量诸佛，摄行宽广啊！咱看净严师的意思，看下面净严师之意为：释度诸佛是行门，基础行门。基础生门，以亲相定，不待起心动念，
一种三昧法门之力之行，我师自有心深禅定。这句的意思，我甲讲伊同学偷一点仔消息。悉道现在无量诸佛，伊看到了，这些人现在一切众生，佛在经常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伊看到了，有心看到，真心看到了。伊毋是用妄心，用妄心看未出来，用妄心看，这人拢嘛是凡夫，拢咧做罪业啊。用真心来看，这人拢嘛是诸佛啊。这是佛的经常所讲的。一切法从心上生呀，你的心是真心，你看是以真法界；你的心是妄心，你所看到拢是实法界，实际是六道啊。因界无变，是你心在变；你的心在变，你的境界就对着你的心变。所以啊，佛看一切众生拢嘛是佛。凡夫看佛嘛是众生，也是凡夫，就是这款道理。有佛无？有众生无？无啊，无佛无众生。正正平等觉啊，这才是在生活内底啊。真实受用啊！所以净严师也讲啊真好，伊也指个真清楚，悉道诸佛是行门，真正看到了。基础行门，一清禅定。什么是清禅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太起心动念。咱该念做不起心，不动念，大家就更加听有咯。起心动念都要无的，动念都无分别执着咯。分别执着啊，是对起心动念来啊，无起心动念就无分别执着咯。所以啊，伊是直接对三昧法门之力起行。三昧法门是定力啊，什么定？自性本定，因为一定没有这个的。第种，迄就是自性本定。完全是自性起用。这里都无色。色是什么？阿赖耶，烦恼。意识，意识是分别的，烦恼是执着啊，阿赖耶是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转把色性树敌啊。
这雷经界无伫咧十法界啊，十法界内底无啊。这雷经界是伫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内底有啊，叫伊真法界啊。十法界内底无啊。所以主要住心清相定，因那里时间到了，咱啊只会当学到这地，好啊，明仔载咱阁继续再过来学啊。